如果演技有段位，黑铁不可能，海拔不可能。青铜，这不是我的记忆，这不是我的记忆，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星子，白银，你是亲夫，我就和我跟你关系好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这样说话？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对我呢？我问你，你跟他们这样，你敢吗？啊，你敢吗？王者。教科书，你能不能听我再解释解释？哎，这不行！哎，听我说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行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杨丽敏升上天了，奥运会是不是在北京开的？二十三拿了金牌，总数的第一，李宇春是不是超女的冠军？哎，世博会也在咱这开完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没事，我是个保险，干保险的。